明年的台山哦，国青合作的空间，双方是阿伯恭喜。不过即马是传出来讲，本来受邀要来做清明洞不分区立委名单的前立委李敖，即马因讲有意思要投入台北市区立委的选举，初步讲是要选文山区。会知影呢，清明洞的发言人是出面证实这项消息，强调讲是尊重李敖个人的意愿，相关的安排已经差不多要确定啊。上紧后礼拜由清明洞的主席宋楚瑜对外公布。每年选举，国青合作空间受到关心。不过，原本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要邀请前立委李敖来做不分区的名单，不过传出李敖较介意投入区域立委的选举，而且目标是锁定台北市。啊，亲民党五号早起嘛表示，亲民党尊重李敖个人的意愿，同时嘛器重李敖的门前能力。李敖代表亲民党出来选，已经差不多确定。参与区域立委是确定的，那文山区大致上也应该是确定。那只是说，我们也还有一些作业的细节。那我们整个提名名单整个作业完毕之后，会一次跟大家公布。了在2004年，把伊无动一个身份，当选台北市南区的立委。除了讲话真厉害，爸爸为着要阻止军事案过关，第二法院判催泪的家属，让人印象真深。一旦李敖投入上有可能参选的台北市文山区，会跟国民党现任的立委赖世葆正面对决。早起赖世葆是真低调回应讲，无烦恼选票会互抢去，伊会走基层来购票。没有什么评论，就是认真跑基层，然后认真开专业的座谈会，就这样。我目前就这样。另外，文山区亲民党认为是较歹选的选区，目前还未完成提名。不过，一旦李敖若参选，原来就会确定分裂，像苏相赢，佫无法度评估。另外，亲民党的选战报告，上近后礼拜会由宋楚瑜亲身对外宣布。记者小陈屁股台北报道。